当时我在介绍中国的包括无人飞机啊，包括这些健康码，也包括利用了所有的高科技，很多国家都觉得啊，中国确实是很厉害。所有的国家都一起要团结，要一起要学习所有的成功的经验，要吸取教训，这样呢，我们才能够做到，消除这个疫情。